在案板上继续揉搓一下，给它。特别的蓬松暄软，内部组织也是非常的细腻，做法也很简单，非常建议大家试一试哟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哟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